台湾流浪狗变身，殷雪美夺冠。只要有爱，流浪狗也能大变身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这只曾经在台湾街头流浪的泰尼，不仅骨瘦如柴，还身染重病。经过悉心照顾，日前当选英国网络选美冠军。当时将罗威纳狗泰尼从桃园救出来的英国男子西恩，在听到泰尼获奖后相当感动。Really good. 15年前来台教英文的西恩，为了帮助流浪动物，三年前成立流浪动物庇护所。在 FB 他们给我看那个布查样的照片，是说正当他因为他很大，他很生病，他们觉得他会咬人。西恩说，在2012年8月时，他得知在桃园收容所的 Tiny 状况非常的差。No fur, 没有任何毛。He had like holes in his body. He had disease all over his body. 他有不同的疾病。非常瘦，很瘦。很瘦，很瘦。西恩赶紧将 Tiny 带回来，经过3个月的治疗 ，Tiny 的病情才稳定下来。西恩将他接回3只的庇护所照顾。Tiny 身上的肉一天天的长回来了，还变得英挺又健康。西恩还帮 Tiny 找到新主人，现在还当选年度最佳漂亮狗，大家都为他感到很开心，也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对流浪动物来说，安乐死不是唯一的办法。动新闻，有爱最美，报道。